同學如果你修行里面这个上面能够全然接受所有一切，拿自己知知不是不知，自己知而不在这上面有太多的啊、呃、这种强调，那对于这个众生的所有一切也不会有抗拒心或是起喜怒，那这个。 没有给意见之后，会进入到一个，嗯，他会呃进入到一种清安，但智慧不一定现前，智慧是不一定现前的，啊，那你智慧不现前，可是你在生命里面，他还会有一些茫然，但是不起惑，就是无知的状态，这个是这无知并不会产生痛苦。 他不会产生痛苦，他就是什么事情他都会回来，他都会回来，自己安住在这个清净当中。你就回来安住清净，你没有意见，你就回来安住清净，就回来一安住清净，这样很快就可以正出国。你为什么不拼拼看？ 当时啊，我要学着修行的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打理得非常非常简单。那是我个人，所以我穿衣服没有意见，穿鞋子没有意见，我只有两双鞋，湿了换另外一双，湿了换另外一双，都没意见一样颜色。那衣服呢，两套一模一样，要换就换另外，要换,换另外一套，都没有一件，一件毛衣，就冷了就套上毛衣，热了就脱掉毛衣。 那都没有意见，什么东西都是最简单、最简单、最單让自己在生活里面没有意见，然后对别人就是有听有懂，就是维持到有听跟有懂，有听跟有懂，不是不懂，但没有给意见，就是有听有懂，就是用根，这、就是用根。 就不断的用根，然后不分别，很快，非常的快，拼拼看，哎、嗯，<laughs> 但有的人会讲说，你有些时候像你的身份、你的工作不能够不做抉择，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会不会这样？做抉择不是意见，常常弄错了。 做抉择不是意见，是别人要跟你讨论的时候，你产生了你的执着心，那这才叫意见。那你若做抉择，这是自己要做该做抉择的。你现在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去搭三十六号公车，你当然很明白，应该往右走，再右转，再右转。打比方这样，你会不会右转再右转再右转？会，这个它不是意见。 那个叫觉知，那个是觉知，他是没有意见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你怎么那么笨啊？」啊你，你你你就右转，然后从那小巷穿过去啊，就不用绕一个模型啊。它中间有一条小巷啊，那小巷后面是人家的，比如水沟吧，那种那种两个屋子中间，那穿过去不就可以到了吗？你听，而且懂，你说哦。 那你如果给意见，你就会怎么样？我知道啊，那条很暗啊，死老鼠啊，很臭啊，笨的人才会走那条，那叫意见。因为你已经把你、你、你定义的东西，你把你定义的东西要来抗争他给你的指导，可是他讲那条路比较快，他并不在描述环境啊。 它只是就于那那条小巷，它的距离跟时间而言，它是针对这个主题去讲的，所以它给予你的指导的这个主题，它没有没有错。那你加以环境跟你觉受的表达，所以你抉择是走大马路去绕绕一个模型，你也没有错。可是你的这个抉择是不是就叫意见？ 你心意识所产生出来的答案，那你要强调它的时候，就会产生跟人之间的这个对应、啊，那这个对应就会增加讨论空间，对不对？他不进入讨论，他是不进入讨论，他要先把这個所有的对外的这些这些窗口。 开着，但不走出去，就是你的六根是开开着的，可是你不走出去，所以他讯息你会很自然的知，这样子，可是不会给意见。他说那条就可以走过去你说，哦、嗯，知道。那这样的功夫，会让你以后。 在极然跟众生的万象里面，全然接受众生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说法，你也可以往另外一边走，然后绕绕绕绕远一点，摸字形还是回到那个地地方啊？啊，好，那这是出果的修法。第二叫思陀含，就是欲界九品的思惑，只断六品，还有三品未断。 所以还要来欲界受一次生死，故名一来。这这经典里都没有教我们怎么修啦。好，那这个二果思陀含，你会看到，你原来接受所有的都没意见，之后会有一个，那、啊、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会这样？自己要。 那、啊、现在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撕自己的部分就好了。你不要去撕别人。你你想要去思考别人会怎么样，然后他的答案怎么样？什么的，什么怎么样？那个都是叫参考值。可是参考值里面，它会出现它的呃评估。 人是很聪明的，他会去做一个啊，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啊，那样比较好，都不要，都不要。你就着你的问题，因为你今天是要修行的人了，相信你生命的经验已经够了，不用再拿别人的，不用，因为因果你懂啊。所以你如果啊，那现在该怎么办？不要问人家。 但是不是闭门造车哦，这样子，你第一个都接受，是不是？人家都会说很多，你都接受。那现在该怎么办？你不用去再去问人家，那你就思考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因缘果里面该怎么办？是清净客观而思维它，清净客观思维它，那思维之后。 所以，你就决定这样去做，不担忧，不害怕，所有的答案你都接受。你必须有那个勇气，你也不担忧，也不害怕，所有都接受。所以，当你修到四陀涵的时候，你会很有果决性。可是，你不会全部的东西都看明白，也不能够全部思维。 可是它就是能发生这样的一种力量出来。我们一般思考是不是会这样左右摇摆？如果这样的话，会这样，这样会这样，是不是有矛盾？是矛盾？为什么会矛盾？你先期待果，你才会矛盾，是不是？ 你有果，你才会矛盾。这样的话，可能这样啊；这样的话，可能这样。你期待果了，而这个果是从别人给予你，你参考值，所以你希望自己也能这个果，或是过去有什么样的果，那个要修行的过程，那个都不要用，那个都不要用，宁可笨一点，不要装聪明。 所以，当你要过这一关的时候，你就针对自己因缘，像苦集嘛，你就知道苦集啊，这个集，你现在叫如法如律，就如法如律，然后他就是应该这样做，现在的因缘就是这样做。今天如果你身上有两百块，你要去买一个东西，它是造价两百五十块，你会怎样？ 它是两百五十块，你身上两百块，你会怎样？就是我有两百，那个两百五就不用去，就这样就好了，就不用去。那你如果是有答案，你有预设答案，我两百，那个是两百五，我、啊、干嘛那么贵呀、啊？ 再瞎看看，会不会卖我两百块？你是不安住的，你是有是非在心中的，你有私，你有见，而且有私货，他会不会卖我两百块？去矿没在摘啊？啊那无，我不壁先去借借果十块啦，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说很多洞，很多躁动？ 跟很多揣测空间，你怎么这么过？你不随缘呢？你没有随时相因缘呢、啊？你是不是在强迫姻缘？说实在就是这样嘛。那思维的时候就于实相自己所掌握的这个就好了，就好了。每一个碰到就这样，每一个碰到就这样，这样生活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就有的人生活起来怎么搞得那么麻烦？<laughs> 是不是？真的是修行，你会发现很简单呢，没有那么难呢、啊。然后，就像是有些时候，你很单纯的生活，因为你就自己的因缘这上面去做正确的事，而不产生祸。你因为有。 预期的答案跟别人较量，跟讯息，你才会获，就是看得明白的，就是这样看得明白。那这样子会不会再造很多欲界的事情？不会了啦，所以你还还会有很多欲界的那个欲产生吗？不会，真的不会，对不对？ 所以他还要再来欲界受一次生死而已啊！斯陀安果证完之后，只受一次生死，因为你不再造了嘛。那很多现钱、现钱、现钱的，你就不会越就是超越你因缘法，你不会产生造作。像这种情形，你生活里面会进入到，就是就真的寡欲了、啊。就寡欲。那寡欲的话。 嗯、呃，看什么，都都是都是刚刚好。我这样讲了啊、哦，你看什么都是刚刚好，有这个也刚刚好，没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也刚刚好。那你多一点，多一点也刚刚好，少一点也没有少，很自由。 斯托含就会这样，然后这个三果阿那含，他不是在讲，呃，还要欲界一来来，因为那是习气，过去的习气，到要修行进入三果阿那含，就是再近断欲界残三品思或尽，如果你没有欲界烦恼之因。 就没有欲界生死之果，所以不会再来欲界受生死，名为不来。这是三国阿那含。要进入到欲界不来的时候，你就是要从欲望的啊，这个前面我们在讲到斯陀含二国的时候，你就是对于所有的都是刚好的。那缘起对于你，呃，比如说，呃，你是一个劳动者。 那工作职场上一定会有应该做的职责，那你会努力的去把它做，那不产生抱怨，因为你没有期待啊，加灵魂啊。然后如果有人在对你要求或是需求的时候，你就是收到讯息，也由自己由自己这样去思考苦集灭道嘛，那思。 思考因缘，那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心中也没有意见，也是刚刚好做到好。你你会把这个事都做做做做做做做，你不会要求它快速圆满，你也不会遗憾它没做完。所以每一个时间的点，都是第一秒，也是最后一秒，也是唯一的一秒。 如果你可你可以这样，怎么还会生死？你怎么还会有生死？我们都是会想要有明天，对不对？或是不想要有明天？那这个就是有欲，它有残留的欲。这个阿难还不好说了。 比较不好说，因为它很细。比如啦，比如你刷牙刷一半，有电话来，你会怎样？对，比较好猜。刷牙刷一半，有电话来怎么办？因为你就是这张嘴而已嘛。刷牙刷一半，有电话来，你会怎样？ 是不是刷快一点，赶快吐一下，然后赶快去接电话？一般人都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在刷牙，跟有电话来，你心中会不会动？会不会动？你为什么要动？<laughs> <laughs> 你为什么要动？因为你想接电话，对不对？实际上就是刷牙有电话。 所以牙也刷了，电话它会亮多久？我们不知道。那个因缘法不在我啊，可是我会把事情做完，我没有要急着接电话。牙本来就要刷完的，因为牙在进行中，因为你水含着、啊，有牙膏啊，按、啊、时刷完。要不然你等一下接完电话是不是回来还要再刷？ 难道可以今天刷左边不刷右边？不 <laughs> 可能，对不对？那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事实上就是这样，刷完牙，嗯，去接电话，就这样，洗澡也不用洗一半，<laughs> 这样是不是自在？你你如果以这样的修行，你做事的效率很高。人很多时间是。 发生在躁动的时候，你能力是是相对性的减弱。你没有躁动的时候，什么事都很专注。那四果阿罗汉，就是无生灭这样的意思。就在所有里面呢，他跟阿那含是不一样的。阿那含是完全无欲，完全是停留在无欲。 那我并不教大家说你关门的哦，我有跟你讲，你的六个窗户是开的，只是你没出去。这所有根是可以用的。那到阿罗汉的话，他是宁静啊，他的内心是无生无灭。那这个无生无灭，不生不灭。 在自己关心法里面你每一个解读都是无生无灭，不是只有你无生无灭。刚刚我们在前讲前面是不是到自己无欲？那自己无欲之后到阿罗汉，就不是自己无欲跟有欲的问题，因为你习惯就无欲，你就从前面这样修过来，你就不会太多意见。那你也，在这。 启动的时候是宁静的，但到阿罗汉呢？你看，所有都是无生无无生灭。其实这在讲色法的时候也跟同学讲过：如果所有一切都是无生灭，所有一切都是无生灭，当一切都无生灭，哪一界哪一界哪一界,哪一界都不是问题。你对欲界有生灭的想法，或是？ 有一个期待离开欲界，你就是一定是色界。你期待离开欲界，就一定是色界。但是其实可能是欲界的高一点的天而已。所以到阿罗汉呢，他没有期，他没有期待，然后一切无生灭，就是无生灭，就修无生灭。那无生灭三界对你来讲，他都不具认可的。 特别的，特别的定义啊，对不对？所以以阿罗汉来讲，他是会回到那个无生灭，然后在这所有里面，内心是饱足的哦。我想说一切无生灭，这是凡夫在思考。 反复在思考佛法，会觉得说，呃，无生灭，那是不是没什么意义？不会，因为你是从前面开始修过来的。那你在无生灭、无生灭所有里面，你的能力是存在，但是你绝对不会攀缘。你种性可能是菩萨，那种性可能菩萨，那你是阿罗汉的这个修行路线的时候，现前你就会做。 所以阿罗汉是一定会随这个缘现前的缘，你绝对会做，因为无生灭嘛，你不做就是叫灭了，叫有灭啊，你不能发生作用啊。所以你的心是没有升起，但是也没有灭绝，啊，在这所有里面就非常非常之自由，然后没有挂碍。 那三界对你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阿罗汉有一个点，他不会求生净土，因为他念头他心中没有净土。但我们常常会以声闻乘说一定要求生净土，对不对？就是要让你不要进入到那种不还的阿罗汉。 就是要告诉你，你虽然是生文成的修法，可是你不要进入那种，啊，哎，色界第四禅的五不还天里面，因为那个是要花很久时间的。你自然进到那里，那是因为你你自然的果报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进入到那样子的方法，所以会讲到一定要求生净土。但是阿罗汉自己本身其实没有净土概念。我这样讲，其实你们也没办法反驳我啦。但事实上是这样，所以你开始从生闻成修的人，佛在讲佛的存在。 为什么阿罗汉在法华会上会离席？因为他进入到自己能处理所谓现前的所有一切都能处理，没有错。但是与自己无关的那个部分，没有现前，就是因缘没有呈现，因缘没有呈现，他也没有这个欲求心。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有的人，你会看他，他没有那个。 欲求心什么度众不度众？他没有这个。其实他走的是声闻路线，他并没有错呢。其实他是没有错的，他自然是这样啊。那会有这种度化众生啊，或是看到众生苦啊。如果阿罗汉他的能力很好的话，那他现前的也能处理啊。 他不是不能处理哦，不要小看阿罗汉，好像阿罗汉能力是可以保住，都可以处理。他只是不会，不会，还要去处理跟自己没现钱没关的这样而已。那叫阿罗汉啊。那你如果看到还有一些没现钱人，其实自己有这份能力，也应该拿出去用，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回小向大的心啊。 那就是菩萨的种心，但是，一般正德阿罗汉在走到菩萨，他是有段时间的。所以，一般来讲，菩萨的心都要在什么时候见？你知道吗？凡夫，你要帮助众生，在凡夫的时候，你当你有情感，你有情感是不是自己苦？看到别人苦，你也会苦，尤其你爱的人的苦，你也会苦，对不对？ 记忆深刻自己的苦跟爱的人的苦，这个时候灌输菩萨道。那如果福报很好很好的人灌不进去，除非他素世素世有善根，要不然他不知道别人的苦，他如何如何会去发起救度众生？ 这样了解，那这个阿罗汉到底要怎么证？就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生无灭。三界的看法也是这样。那我们在讲佛性里面，无生无灭，佛也是无生无灭，所以佛叫大阿罗汉，对不对？那佛跟阿罗汉的差异是，一个是建立净土，一个是自己在自己的净土。 阿罗汉在自己的净土，但是这个净土并不完整，这个净土并不完整，因为有些缘是为现而已啦，不是没有，是为现。那佛是这里面是积极的去处理完所有该处理的事情，所以他叫大阿罗汉，那建立起净土，所以就是有净土。 有建立净土给众生受用，跟没建立净土，而只有在自己的一个范围的净土，这个差异。同学，这样有没有给大家一点帮助？那我们看呢？ 比如说种姓问题，有的人是个人观念的佛教，也就是最主要的修正是为了要解脱生死，这纯粹为了出世，这是个人的，这是个人观念的佛教。那大众观念的佛教，就谈到利他，也就是大乘菩萨道。 他就谈到是有救世的精神，普度众生。那除了自己能够解脱生死，又适应在世间，所以佛法你在世间跟出世间当中，一开始是不是极力想要出世间？在座我相信是啊，直接问嘛。 你开始是不是极力想要出世间？如果你没有想要出世间，那哎、欸，你可能、欸、还有一点要加加油。但是你出世间之后，你你你有些体会之后，你还是想出世间，还是没有想到出世间，还是要留在世间。其实这都多余了。其实净土有三种，第一个是自己站在净土。 是不是？第二个是期待往生净土，第三个是给人家净土。如果你只有自己站在净土，那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个人观念的佛教嘛。第二个是要往生净土。 在往生净土里面，又包括你是从没有得正清净的，或是已得正清净而未圆满的。第三是给人家净土，就是有化他、教化众生的功能。所以修行人是不是有不同的？你站在不同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所以如果你只是。 我要去净土，这是出世嘛？这是出世。那我要去净土，刚好与大家一起去净土，那就是出世，还有带领世间一起走嘛？这是菩萨的，呃，一种共享。 这样讲会不会很难了解？不会哈、哦。那我们常常话都说一半，我们很多话都说一半，或自己理解的这一块，其实你并没有全面去看呢、啊。你并没有全面去看，所以用自己的理解在理解自己的佛法，办得到办不到，就是。 所有的众生根气那么那么不同啊，每个人的层次是差异很大的，那什么样都有的，所以对众生不要有太多意见，对佛法也不可以有太多意见，因为适应的人不一样，他程度不一样。 那这里讲到佛法能运载行人由凡夫地而达到圣地，所以叫做成嘛。那我们有小成、中成、大成，菩萨就叫大成，他自度又能度人，圆觉叫中成，因为他还有一些习气，但是他的这个体证的内容。 智慧的内容都比声闻来得更上上层，那声闻叫小乘，其实这个这是很勉强的说法了，因为他暂时只能自度不能度人，这没什么错啊，这没有什么错，那慢慢的就会往前走嘛，所以世间一切诸法。 其实不离业力跟因果了，这是世间的，世间世间是在业力跟因果，但佛性它不是因，也不是果，它不是因果论，它也非相，也非非相。那小乘的人，他想要超出三界，了生脱死，所以。 对于世间业力因果这些东西呀、啊，他会读得很很深，观察得很明确，他要把它研究到非常透彻，所以生闻人持戒持得紧，持得紧，那了解世间的生住意灭，也不享受业力的这种支配。 但是说实在，自己对于自己还在因果中，感觉是有点无奈。生为人那种无奈的感觉比较强烈，很害怕，这一不小心茫茫然又不知如何修行，所以很害怕下一次到哪里去，对不对？这是过程嘛、啊。 嗯，诸行无常，也了解万法无我，想要求得涅盘极境，所以这一类的就是修四谛法门。那要讲无苦集灭道，在《心经》里讲无苦集灭道，就是要从声闻层这个地方突破二道菩萨的看法。 这个菩萨呢，他就是用波雷的妙智，看到空不攀援之后，又看到不空，又看到不空，所以他知道有跟没有都是实相。那有世间的苦集，其实它也就是灭道。所以，如果你把苦集一直读苦集，你就会。 分离出苦集灭道，就四个。如果你把苦集灭道看苦，它是可灭的；集是可以不用再集的，用办法嘛。所以，如果你你你懂得这个，它就不是真的苦集灭道啊！这个不是真的苦集灭道。 就超越苦集灭道的那种限制跟挂碍，那你办法用熟了之后，你就不会再去使用世间的东西。那当这个办法用得很熟很熟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办法。听懂这一句吗？我们常常觉得哎呦，这板块不力，安装就是，其实你不在这办法上面，所以你才会有另外存在的一个办法要来。 道破这个东西，当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道就不是道，道就不是道。那这个东西当下就是实相，它没有苦了，因为你就在这上面念佛，一直念念佛，念久了的人还会喊，进来两步啦，哎 <noise> 呗。 没啦，啊你无你两步啦，那就够紧来。如果你一直在禅定当中的人，你就袂我说,说，哦，今日去坐一记啊我样，我拢安尼足久无坐，会是因为你有动荡，所以你才要定。你在念佛的人，你不会喊着要念佛，这样的意思啊，是不是就无苦即灭道了？ <laughs> 所以很多人其实他是他没有在道上，所以他一直要去灭苦。你在道上的人，他自然就没有苦集。你听懂哈？你在道上的人就没有苦集呀、啊。 你发现你在急，你才要拿一个道。如果这个都已经是很明白的事，你就在道上，哪有急？他就简单明白啊，那就是实相，<laughs> 如法如律，随顺因缘，<laughs> 就这样而已啊。所以呢？ 我们知道，自性空寂，本无生死可了，也没有烦恼可断。自性具足功德智慧，所以这只是开发而已，这现出本来的样子。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灭不可灭的，而这些语词都必要，因为我们在混乱不能真理，所以就实相而说，啊，这是。 家有的代名词，如果这些都是一直保留着，佛就不会说他什么都没说。这也是方便。那总说经文里面讲无苦集灭道，基本上就是因为菩萨用波蕊的妙智照见所有的一切苦当体即是真空实相。 清净本然，所以对于世间的苦集二谛，它透视这是虚妄的。那这个就直接等于出世间的道灭二谛。所以在真空实相的离体上，没有什么形迹呀。那自性空寂本来就没有生死可了。 就每个人有清静的决心，他本身就没有什么生死的问题，所以就没有什么苦，也没有什么烦恼可断，嗯，也没有什么急，那本自具足，所以这些我们所谓开发啊，这些智慧不是外来的，所以这个是无道。 那也没有需要正得的，所以无灭，这个是以完成者而言。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难免会有一些办法需要使用，所以菩萨，你慢慢修啊，开始有好多的苦，好多的缘，那好多的办法，跟最后会有次第性的，慢慢的体证。 清安自在，但你要了解到最后，这些是当下当下都完成的。那为什么还是要强调于声文乘的苦集灭道，然后又讲到菩萨的无苦集灭道？因为开始啊，众生是依五蕴，那五蕴当中当然就有苦集呀、啊。 可是菩萨呢，他已经有般若智慧，所以他五蕴是空，就没有苦集。那众生主观的苦受是因为迷，所以需要有办法来对治它。但菩萨因为了悟，所以他了知所有一切，他真如的体性其实缘起性空啊，所以。 他就没有苦集灭道，总说就是程度上的差异啦。这个四谛法是佛教的根本思想，佛教一切的理论都是从从这个四谛法开展出来。那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啊基础的生文成所修之法，但事实上它是通一切大乘法门，也就是。 它是最基础的理论，啊，那这个“ t 呀，我们讲苦集灭道四 t 这个“ t 它有方便跟胜意两种意涵。第一个就是借由这个呃剃食的道理，我们审查三界众生感受的相状，所以有苦啊，是没有什么乐的。 那这个是众生感受上真正觉得是事实，所以佛讲到苦集灭道，这是为了开这个方便，让众生进入，这属基础，这叫方便。但最终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觉性是本自具足的。 然后这个觉觉性发生作用，了达苦等等这些，其实全体即真。原来产生主观的那些解读，现在知道还是妄心，所以当体就空啦。那只只要能够达到这样，才是毕竟这个体理的作用，所以即灭。 是可证的，这个就在讲大成了。所以四谛法呢，因各个不同，所以领会上它的定义啊，就是它你能了解的这些就有差异。法华经里面讲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己面相，这个当然是成佛的法华。那诸法本来就是几面。 可是众生看来看去都不及灭，这个是因为还没悟，没有般若智慧啊。那了解到其实苦无苦啊，而有中道实相，那当体嗯，你就可以从苦中解脱出来了。上次有问同学，你现在到底苦不苦？ 其实也没有人具体的说我很苦，有些时候那个苦的感受是飘忽一下子而已，事情还没解决的中间，好像有一点摇摆，似苦又不苦，但是要回到你以前什么都苦，似乎也回不去嘛。现在到底苦的是什么？每个人。 对于现在当下感受环境的苦啊，精神上的苦，其实都淡了。可能还有一些境界的理想未到达，所以有一些境界上没有跨越的那种隐忧。自信心不够，这点是吧？这种自信心不够，严格说它是苦，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真的叫做苦。 那这过程有待各个去领悟啊，悟开了就好了。好像很明白你在走的路嘛，也很明白你会怎么样，所以就不苦了。那人对于这种未知啊，就是不确定的事情，都会产生一些浮动，对不对？其实苦就苦在那个中间值嘛。 那这些浮动，其实你再怎么浮动，结论你不会马上现钱。所以修行就是要把握法门，就在当下里面，你不需要这样子的浮动，但也不竟然说这样子就笨了。台语有一句话：“啊，洗搞洗灯，啊不喂珠、喊鸡汤。”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笨，又听起来很潇洒。 有的人是不假思索的，随、啊、便呐、啊，什么都好。那有的人是真的放下的，在在处处都随缘自在。啊，讲起来，赶快嘛是一句话，洗稿洗灯。解释不同啊。那天台天台中哦，《一涅盘经》他立了四。 种四体来配合四教，第一个叫生灭四体，也就是凡夫眼睛里的四体。那小乘就是基础上，我们就是要修，就要修。你从生灭里面一直要超越生灭，所以就进入了第二个叫无生四体。那无生四体最主要的修持法就是了达一切诸法如幻如化，当体即空，所以。 这个是如幻如化，这当体即空，生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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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有举例，生跟灭，因为生就是灭嘛。你恶跟宝，一个替换掉，是不是灭了恶，生了宝？这生就是灭。三乘共修，通教所设就是无生四体，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都得达到无生。 都得懂得，一切诸法如幻如化。那这个不是所谓概念式的。有些时候大家佛法听多了，就会有一些概念的语词，可是自己又没正悟到那里。辩论的时候头头是道，那烦恼来的时候默然无语，那么被击垮了。 而、啊、无声呢？怎么还是声？<laughs> 对不对？那这种就是在讲到实证上面。实证上面就是这个道没有用，你这个道是听到、哦、没有用到，<laughs> 听到没用到，永远还是苦集灭道啊，还在生命啊。 所以这个修持是很重要的嘞。有的人呢，潇洒的时候，啊、超超一啊,、嗯欸、啊，不本的就是空啊，本难就是空、啊，啊，自己嘛是没空、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啊、哦，一定要从生灭四体进入到无生四体这里面要正悟啊，要从生灭去体悟那个空啊。 而无生里面呢，而不进入断灭，就要进入到无量四谛了。这无量四谛主要主修了达苦有无量相啊，集有无量相，灭有无量相，道有无量相。所以在所有所有里面呢，全教菩萨他就会将各个真的去修持，这、就是别教所设藏通别圆嘛。 这些这些修持，都是不放过任何该修的现场。有些时候会让自己心野了啊，行为放纵了，思考关闭了，呃，把自己躲藏起来啊，鸵鸟一下啦，乌龟一下啦。其实修行。 当你鸵鸟跟乌龟的心态，这个还没有到不退转菩萨，都是多多少少会有这样需要，好像让自己回到凡夫啊，好像当圣人很辛苦啊，出凡入圣啊，就是在过那个莲莲花、啊、过那个水的时候最辛苦哈、哦，好 <laughs> 像退不回去，然后又呼吸不到上面的空气，那、呃、蹦出头了就看到。 璀璨的天空啊，一一切都无遮。那这个时候，这个无量四体就要老实的。